这样的，给放风。哎呀，你看，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你看。都说外国的蝗虫，成灾了。反正蝗虫都成灾了。看这现在蝗虫怎么样？看看，哎呦，这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嘿，这个那没有办法，种什么也不大。你那地里头，哎，哎呦，哎，你看地里看，那都种完了。十年前小麦一块钱一斤，十年后小麦还是一块钱一斤。农民辛苦了一辈子，不但养活了化肥厂、种子厂、农药厂，还养活了全国人民，却唯独养不活自己的一家老小。海滨城管单方面被解除合同，无人问津呐！海滨政府为人民服务，现在落在下岗。广场都没人喽，天安门广场都没人喽，这咋搞哦？这都飞了哦！这都怕死喽！